哎，熊哥，你好！哎，你好！哎，你知不知道最近特鲁多刚刚宣布了有四大福利？你知不知道啊？哎呀，我不清楚啊！你给我科普一下。对呀、啊，要好好的多关心关心时事政治啊！有些福利错过了，是不是很可惜？呃、嗯，是啊。我讲一讲都。首先呢，这个特鲁多最近呢，是因为要准，可能是准备要换届了，所以说他们要宣布一些福利。 其中对我们有关系的有有差不多有四个。第一个呢是，呃，在周四宣布说，加拿大政府把农村地区的碳税价格退税价格加倍，然后呢，未来三年内呢完全取消家庭取暖油的碳税。哦，那挺好的。我知道很多地方还是取暖的时候还是用那呃用那个油。对，联邦政府说随着那个。 通货膨胀继续冲击加拿大人，很多家庭在每个月账单上感受到压力。加拿大政府提供可负担的家庭食食品的支持，然后呢，还就是实行新能源可负担计划。然后在二零二四年四月开始，气候行动奖励金的农村地区补助率从基基础金额的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如果你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呢，就需要可能它需要更多的燃气，因为很冷嘛。 然后他，然后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在取暖上，然后呢，就肯定是花销很大。然后呢，增，家庭和小小型企业的取暖燃油费暂停征收，并是呃，自由党就估计说到一这个计划一直会持续到二零二七年三月三十一号。如果按目前的费率计算的话，会使取暖油的普通家庭每个月节省两百五十块钱。哦，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很有用的。 这里说是农村，其实呃，在离多伦多市中心不到呃一百公里或者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房子，有很多房子其实就属于农村地区、呃。嗯，我曾经去看过一些房子，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油罐，呃，有的是在屋子外边，有的是在地下室下面，所以很多人还是用呃燃油来取暖的。嗯，对呀、啊，这个可可能就是说。 对对，对那些人有对那些家庭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帮助。那其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福利就对我们有点相关了，就是都作为那新能源负担能力计划一部分，联邦政府推出计划，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改用电动热泵为房屋供暖。<laughs> 电动热泵呢，就是英文叫 heat pump 吧。然后呢，自由党。 将购买和安装热泵的最高金额从一万块提高到一万五，然后通过增加这个赠赠款来匹配审和地区的捐款来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这意味着大多数的家庭都能够免费的获得这个 heat pump。哦，我这个前段时间有听说过，说就基本上就可以免费拿到这个 heat pump 了，就相当于你的那个空调就免费啦。嗯。 对呀、啊，就是而且 hip h o m p 呢，实际上就是说也更更精英，然后呢效率也很高，所以说呃，但它价格比较高嘛，呃，如果一个 hip h o m p 价格都是在好几千块钱，同时如果是一个啊、呃、正常的 funnels 呃 funnels 的话，那可能只有呃两三千块钱，所以说这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政府就提高这个补助金额，然后将这个 hip h o m p 的就是。 补补呃补贴从一万增加到一万五，那么就是说很多是这,这基本上就等于 hippom 不要钱了，所以大家都可能都会开始装 hippom，因为 hippom 嘛，啊、呃、特别是那个你的空调暖暖气要到年限了，怎么样换的话，那么你换一个 hippom 可能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对啊对啊，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换一个空调都要接近两千块钱了。 嗯，对，而且实际上这个对，就是也也是更清洁的一个方案嘛，因为，呃，heat pump 它是烧电的嘛，而且这样的话对于环境污染是比较比较小一些的。啊、呃，政府都希望，啊、呃，人们转向这些更清洁的家庭供暖方案，然后即即使即使对于取暖油。 呃，烧油的这呃，进行一些补贴，刚才我们说到了。但是呢，呃，那些农村地区可能没有办法，他只好烧油。但是如果有电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改成用 T pump，它不需要再烧油了嘛？这你知道，烧油的话肯定是对，是石油的工业肯定是对环境有一些污染嘛？哦，oh, 是的，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上这就是说，嗯，就是说对于有房子家庭，肯定对租租户肯定是没有什么。 呃，太大帮助肯定是对于就是 home owner 有一些帮助嘛。再说在，在在你如果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房子的话，这时候可能那个空调、暖气都很旧了，那么正好这时候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你就可以呃买这个 heat pump，然后得免费购得到一个 heat pump。是的，是的，如果买一个旧房子，如果要换那个空调和那一个暖气的话，整套下来呃。 像以前要自费的话，呃，应该是要五六千块钱左右的。嗯，这样的话，政府现在正好就政府买单了。哦，那非常好，非常好。这一点，呃，特鲁多是做的不错。对啊，特鲁多说，政府这个实际上他们之所以给这么多钱，是为了抵抗呃气候变化努力去啊、呃，并且强调就是碳税啊，增、呃、碳税，他用到了这个嗯。呃 用到了这个美国呃人民的生活群众中了嘛，就不是收了税以后就直接花掉啊，还是真的做了一些事情啊。嗯，欢迎这、呃、政府多做这种呃对人民有帮助的实事。嗯，对，然后这些农村农村居民实际上是比城市居民获得更高更多的气候行动奖励退款。啊、呃，大西洋大西洋的其实各个省对这个镇。 政策的反应不不一样。大西洋省份就是说支持保守党废除碳税，然后呢，但是呢，来自，嗯、呃，其实阿伯塔省也很反对碳税，但是有一些省份是支持支持碳税的。保守党一直是反对，啊，一直批评特鲁多的碳税，然后呢，特鲁多现在做出了一些让步。 然后新民主党呢，就对特鲁多的决定表示欢迎，就认为说早就应该这么做，那受到生活成本压力，呃，加拿大人得到一些缓解嘛。哦，他这样做的话，以后我们燃油车是不是也能时间能开长一点呢？对，其实际上汽车上也，汽车也是有一些补贴的。其实每一每一个就是燃油呃，电动车都能得到政府的五千块钱的保呃补贴嘛。 呃，我倒希望我现在这个燃油车能时间能多开长一点。电车的话还是有点那个里程焦焦虑啊。对，电车现在可能是你觉得在冬天的时候还是会会比较嗯、呃、有挑战，对吧？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你不知道电，因为温度越低，电池的效率可能也越低嘛，有可能开了很短时间就就没电了，是吧？ 对，如果政府能多安点呃充电桩，或者每辆车的补贴再高一点，高到一万块钱，我估计就我也得考虑买了吧。一万块钱，你现在车技也是在降价了嘛？特鲁啊，不是那个马斯克也把那个，嗯、呃、嗯、呃，特斯拉一直在降价，所以说你其实等着等着，你说不定这一辆车只有两两万多，就这样就随便买一辆就得了呗。是的，是的。 如果你是一辆五六万，你可能要想一想，对吧？如果只有两<是>两万多，可能就是就买一辆，而且而且，其实特斯拉开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它有一些它的软件上有很多优势嘛，包括什么自动停车、自动驾驶辅、啊、助驾驶啊什么的，还是很高科技的。我现在看到现在路上的这些这些电动车越来越多了，你觉得呢？是啊，是啊。 他如果政府补贴一万块钱，就相当于补贴一个热泵差不多了嘛，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在这方面考虑一下。嗯，你是可以可以考虑一下。嗯、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政府的最近是做这些，还是做一些实事，只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根本就感受不到。所以你觉得是，其实政府还一是有在做一些事情的，特别是对气候变化。 呃，那个对抗他做一些作业，实际上对我们子孙后代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通常只是关、嗯、关心到就是，啊、呃，有没有减税啊，有没有让我们口袋里多一些钱、啊？钱如果不用没有直接都到我们口袋里，可能我们就没有感觉。这样。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要关心这个实施政策，同时把这个实施政府的实施政策，看怎么能运用到我们的房子上啊、汽车上啊。 然后就可以为我们实际上呃得到一些福利，得到一些真实的收益了。嗯，所以定个小目标，明天把你家空把你家空调换成 Heat Pump。呃，有这么个打算，我有个空调十年，将近十年了，十年可以换了呀，差不多正好找一个可靠的师傅。如果装的越装越多，以前最开始装不能换，不想换 h e a Pump 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贵嘛，第二个是也是因为就是说。 啊、呃，不知道这个黑饭网这个东西会不会长久，是吧？可能就做一做就就没了，售后也是个问题。但如果说大家装的越来越多的话，可能这个趋势的话，嗯，也可以考虑装一下。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就不说价格上，其实,实上做用用清洁人员对于长期来对于地球还是有好处的嘛。像现在电电天,天气是吧，冬天越来越冷，夏天越来越热，反复无常的。 嗯，是的，好，好呀、啊，那那我们今天就就讲这些，就跟你讨论一下，就是说这有几个四大福利，特别是跟我们相关的呢，就是 h i p h o m p 的补贴又增加了，然后还有一些退税呢，可能有一些气候变化的退税，可能有一些，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可以申请的，可以可能会会有能够多退一点钱，啊、呃，会直接打到呃我们的账户里，如果有的话，如果你是生活在农村的。 呃，小伙伴们，那用取暖油的话，那你就肯定是省了很多，就是税钱。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说，这三年是不交、不再收税了。啊、呃，就是我们，我也觉得，经常我们会有有一些这些小的福利啊什么的，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分享。欢迎大家，小伙伴们有就是有感兴趣的，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更新了。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次见，再见。